这幅肖像画中的夫人气质优雅，身着黑色长裙，衬托出她那牛奶般的肌肤，展现出女性的魅力。但这幅画在从前却被严厉抨击，画中的主角也因为这幅画备受谩骂，画这幅画的画家也只能逃往他国。这幅肖像画叫做《高特鲁夫人》，是由美国画家约翰·辛格·萨金特所画。这幅画中的夫人是高特鲁夫人，她是法国名媛，在当时有不少对高特鲁夫人仰慕的艺术家都排着队想请她做模特儿。画家萨金特也不例外，他邀请高特鲁夫人做他的模特儿。在最后完成的画作当中，高特鲁夫人采用了侧身的姿态，展现她美丽的肩膀和脖子。她头顶上有一个小小的银色月亮发饰，这是月亮女神戴安娜的标识，与她这种贵族式的苍白。